作为澳门三大古刹之一，莲溪庙庙内供奉着金花娘娘，菩萨甚多，香火鼎盛，与观音堂妈阁庙并举。不过比起其他两间古庙，莲溪庙更加贴近人民的生活。这里位于老城区新桥永乐戏院侧，小巷子内有多家摊贩，总是人来人往。莲溪庙以宗教的面貌保存着老一辈澳门人的风俗民情，与当地融为一体，不可分离。即便不是道教信徒，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仔细的走走看看，感受澳门当地历史遗留下来的气息。